腾讯体育8月22日讯，据美国媒体 MILCHOOPS 报道，亚特兰大老鹰队正式签下了丹尼尔·汉密尔顿和艾利克斯·波伊索斯，其中波伊索斯为双向合同。Big 三联盟创立者陈曼巴明年加盟科迪公司，随即澄清上赛季汉密尔顿为雷霆出战6场比赛，场均上场 4.7 分钟，得到 2.0 分 1.3 助攻。雷霆出品必属精品，相信这一波操作是不会错的。波伊索斯上赛季为步行者出战25场比赛，场均上场 4.1 分钟，得到 1.0 分 0.7 篮板。老鹰签下二人，成功为球队的未来雏形打造基础。老鹰休赛期交易掉了球队当家球星施罗德，得到了安东尼，却很快又抬掉了。球队还换来了林书豪和卡特，选秀得到了特留杨。目前老鹰队正在重建，他们新赛季的实力不强，而且战绩也不会太好。施伦克很羡慕前76人总经理萨姆辛基的相信过程，所以球队保持跟当年76人差不多的模式。经过这个休赛期的一顿操作，明年老鹰队也将有充足的薪资空间，而且未来还有许多选秀权，所以此次签下一些角色球员，对于球队来说性价比来说是最高的。Magic Mike C&D 也则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